如果你的爸爸跟爸爸都没有空陪你，怎么办呢？就自己一个人玩啊。爸爸，下次要约老师来我们家玩哦。哦，好。约？温迪很喜欢风老师哎。我知道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只要他不跨越那个楚河汉界，我保证跟他相安无事，好不好？我的小公主，天上哪颗星星是妈咪吗？最亮的那颗啊。可是天亮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，东森综合台2个爸爸联播2集。